三个人、四个人。夹气球比赛有单人、有双人，还有团体一起来。互相用背这样夹着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要考验协调，然后又担心它掉了，心情会很紧张，可是又觉得很有趣这样。猜名字，布帘一放下，看谁先说出对方的大名。有人呆了，有人笑了，但也都记住了彼此的名字。答人家答对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居然奖品不是对方，是我。在家里都是孤独的，在家里呀、啊，啊，出来的有一个大家庭啊，大家都和乐为，玩得很开心。汐止联络处举办中秋节活动，邀约法亲和社区居民还有会员们一起来参加。有人本来不想来，老更牛啊，不要去那边，没有什么那个啊，无聊啊啊，我在家里可以做什么事情啊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小心小心！因为他已经退休了，看可不可以说把他精力在慈溪这边，那又有人可以跟他一起做活动。第二组要加油了！来到现场，每一个游戏都很投入，玩得比女儿还要认真。都和乐的气氛，我觉得这比以往中秋节的一些节目，这一次我参加，我觉得是蛮快乐也蛮欢乐的，比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所以我希望也是每年都来参加。欢乐过佳节，个个也都返老还童，邻里间的好情感在加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丽芬、曾秀旭台北报道。